座位上。我们的下半场演出即将开始咯。我们下半场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王部落的阿迪瓦亚，还有以及他们阶级里面的一些兄弟们哈。今天是南王青年们的聚集，那大家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演出。大家晚安。那我不是巴迪瓦亚，他才是巴迪瓦亚。那因为他非常腼腆，他的介绍也有说腼腆不用钱，不用听的。然后我们都是来自南王部落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姐妹哦，还是姐妹。她是女的，没搞错了。然后。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些，从小看彼此长大的部落的兄弟姐妹，对。然后他真的很腼腆，待会用听的也知道，就是你会感受到他内心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子。好，你要讲话吗？先唱。好，你看，就是这么腼腆。Yeah.
他也是来自南王部落的，那他叫做华伟，非常，他都数一数二的，没有了，没有了，是没事。<笑>那我也是来自南王部落的，然后我叫做喜如故，那是他的表姐，<笑>就是表哥表姐堂弟堂妹互相爱来爱去，不是，没有，就是互相关心这样子。 然后你要讲话了吗？我讲话了。好，我们就整场这样尴尬下去没关系。哎，你要介绍你要唱什么？今天是你的主场呢。下一首是 Coldplay 的 Shake Shoe。那我们今天就走一个比较国际化，有主语，有英文。 还有国语，待会还有葡萄牙语。 好。 Would it be worth?
大家知道这首歌吗？ Yep, 这首歌的中文叫修理你。Fix you, 对吧？翻译成这样。不是修理玻璃那个修理哦。我们看空气可以静止多少秒。数一下好了。你可以分享一些你内心的小故事啊。其实它很多小宇宙等待你们去开发，它的爆炸。对。好。看到一个爆炸，你知道吗？你们可以聊天啊，没关系。我们整场表演，你们就在底下聊天啊，才不会尴尬。好。对，不要理我们。到现在你还是不要讲话。下一首歌叫《我刚刚烦了吗》，它里面有掺杂一些葡萄牙文。广东话是我们的贝斯手发的，嗯，很多没有了，开始，好，好，开始是。
听广东话的感觉。你怎么学的？写注音。因为小时候。你留学过吗？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去葡萄牙留学。留学。没有，小时候我爸就在山上放牛，就变成摇篮曲。啊，摇篮曲就是很轻快的摇篮曲。先不要提到他。没有，我没有讲啊，我不认识他谁。接下来这一首诗，等一下你慢一点嘛，因为你时间还没有那么，还有很长，你太快了，你要讲话嘛。好。那你的身高啊，三围啊，头发长度啊，你的生涯规划。好，非常低调吧。好，所以要下一首了。我跟你说，他的腼腆真的不用钱。对，你们大概9:30就可以回家了，很快就唱完了。我们今天练场的时候还有计时，50分，就是练完的时候看一下那个记录有50分钟，就加讲话，应该可以撑过一个小时这样。结果现在你给他看吗？没关系，爱我唱8首。对，还是你待会要自弹自唱，我们都不知道。等一下唱完的时候。我先帮你准备好几个，好，静止3秒，好了吗？你要讲话了吗？要不是这样讨论下一次。不要讲话。好，我们先给他休息。好了吗？还真的在休息呢。可以啊，这一趴都过他。对了，你又看时间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高中同学啊，表演过的一首歌。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很悲伤的事。我高中同学的前女友。但是他们又不想听呢。你去哪里刚刚？还有他的小宇宙。你讲错名字也可以很尴尬。真的很棒，这个舞台把他逼疯。啊，你要介绍吗？所以这个又是你的高中同学，对对对，高中同学。跟你们讲。没有啦，这也是这首。Coldplay 的 Yellow 也是跟高中那位同学一起合作的。Turn in to something beautiful.
to our low yellow. I drew a line, I drew a line for you. What things to do? They were so yellow.22岁，身高，现在单身22年，所以现在是恋爱巴士的节目了吗？开放真友，好尴尬。生气或是哭泣，只是好好的失去你。可是我忍住伤悲，不小心露出一点点皱眉。你看作是生气，你害怕我生气，于是你快步的走，直到只是看见我没回头，因过于坚定的背影，你也疑惑，你也失了心。
次是我、哦、可是现在我只想好好说再见，不再生气，不再哭泣，而是好好的失去你。我好想好好的失去你。失恋的时候唱，那你失恋了吗？我没有谈过恋爱。对。好，好，可以。我们就继续拖时间。好，那他真的很害羞，他可能。还在太久没有表演了，对，但内心积了很多话，像字典一样厚，一直都是词海，像词海。欢迎表演结束的时候来翻他的词典。对，哦，还算尴尬。好，那我们就来化解这个尴尬。那你来说一个笑话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了，就是在他两个身，在他身上只有两个字，叫做据点。你说跟他讲话，我很想发脾气，要继续呢，还是不要继续？还是让他自己在他自己的世界运转这样子？他还是很快乐，我们这样讲他的还是不说一句话。那我们就来唱一首歌。那，其实我们就在排歌的时候，我们很想要做以前我们两个小时候常常的那时候童年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常听的周杰伦啊、王力宏、啊，然后有想要做他们的歌，可是后来想说还是算了这样子，因为就
也没有那感觉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他其实很会唱王力宏的歌，你们可以拿王力宏的专辑给他签名。他 rap 啊，就是精准到位这样子，每一个字都不会少。来一首啊，来一首啊，是要叫他清唱的意思吗？对 ，rap。好吧，其实他的小世界里面有一块叫嘻哈。准备的帽子，帽子都准备好了。你要来一段吗？来一段。你看观众都拍手了。你来一段，对啊。王力宏。对啊。会。来一段可以偷时间哦。哎，听这口音好像是香港的朋友吧？对啊。哦，雷猴啊。很厉害，这样。哈哈哈哈哈！怕我尴尬了呢。好，所以呢？所以呢？你要吗？要吗？还是等一下？还是先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在那个吧台那边等大家。你直接拿我的麦克笔要签名。你要唱还是不要唱？你可以说你不要唱，或是你要唱。我们要别人了，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时间还很多哦。对啊。其实我还蛮想听的。想听。rap。其实大家很想看他把被这个舞台逼疯。没关系啊，下台的时候肩膀给你靠。哭哭哭哭，眼泪是珍珠。越哭越想哭。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叫做《乱来》。那我们就先放过他，这样子，给他一点时间，喘口气，休个息。然后，我们的贝斯手就要唱歌，这样子，换贝斯手唱歌。没有这一段。好尴尬，好尴尬。好，那就是我就帮他，就是。随便唱啊，我随便唱，你们随便听，你可以聊天这样子。对，这首歌就叫《乱来》吧。对，这首歌叫做《乱来》，然后你们有听过许君吗？没有，好。他是个大陆歌手。对，就像你们也没有听过陈威一样。陈威。好，那首歌叫做《乱来》。
情已被打垮，我也会经历不再美好前倒下。道理太多，听起来可怕，就算不快又怎样？并不是肩膀太滑，没什么担当，不能聊半天，我该好好想一想。非得关门，非得听话，是肩膀太滑，为什么担当就开始感受何必、听了好多故事，不想说太多话，但再拖十分钟也不是办法，就自在地吹断口哨，送给他和他，最后一句决定不写，巴拉巴拉巴拉。我以为我唱完一首歌，你的话就可以累积很多。怎么样？很委屈你的这场表演。好了，好啊，你要介绍下一首歌是什么？你要介绍下一首歌什么？然后开始唱，唱完主歌唱副歌，这样就结束。有这么难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先讲，从现在开始我们都不会再讲话。接下来这首歌是《收了的陌生人》。Yeah. 但你我真的懂，你不知道。
出希望，永远都一样，不管怎样，不停回想，结局过后还能怎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想起你说过爱我，到自己也没有，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跟着呼吸越来越痛，不会再提。是做梦，不愿没有人的伤痛。Yuka mago kakui mangara
里萨卡拉哈岛你那奈都萨卡达亚岛ユーロマカトカクイミテリトイコンコワンミサイツサカチタナンユマラヒタイトカクイミスタファルソアコサピカリタオトタミナYou mata ya itamina, yasun tuku ni aro, ara na nae ni suti. Oh, haiya na aiye, haiya oh haiye ya, haiyo.所以等一下要找到签名哦，拿王力宏的专辑。他比你先沉浸点。他们都说我的外观有点像。啊，不然呢？你就是他生的、啊。你说王力宏？啊，你说王力宏啊。好了。有吗？大家觉得有像吗？像王力宏。哦，好，大家没有声音，他们很尴尬。陈建年的木木的 blue
请你爸爸出场哦！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没事，没事，没事，大家稍安勿躁。就真的是最后一首歌了哦，也是这时间点是大家该回去睡觉这样子。那不要再期待了，因为我们没有歌了。真的没有歌了。我真的没有歌了，所以也不用喊 uncle。好像也没有人会喊。你说句话吧，说点话吧。你跟大家说再见也好。谢谢大家。今天还坚持来看下半场，没有，因为是他们饮料喝不完，所以所以坐到下半场。其实不是来看我的，那等一下拍照的话，在门口我们会帮他设一个拍照区。对，记得拿王力宏的照片。好，我们就用一个腼腆的结尾结束今天这个10月19号。对，那我们今天
睡觉的时候就尴尬的睡到明天的。好，好，我们真的要结束了。对啊，我们尴尬的结束。我们就是互看啊，跟底下观众互看。开始先离开。好了啦，可以放音乐了啦，太尴尬了，现在。还有一首啊。啊。没有啊。还有一首啊。你要唱这首好。也不要为难警察，那警察局就在对面这样子。对，那你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走路可以边喝边吐边唱。好，那谢谢大家哦。我们是啊，不是我们是，他是巴吉瓦亚。Uncle， 没有了啦，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Uncle，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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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没有了，你们可以回家了。